吃苞米杆，那花牛呢？也吃苞米杆。那一天吃多少啊？你问的是黄牛还花牛啊？黄牛啊，一天能吃十多斤。那花牛呢？啊，也能吃十多斤。那你这同样问题为啥不让我问两遍呢？这黄牛是我家的。那这花牛呢？也是我家的。你那有病吧？快点啊！